嗨，大家好！陪老李在家待了2天啊，没出门。今天呢，老李感觉好多了啊，好了，已经好了。好了，还是有点咳嗽啊。正常，你这咳嗽不得最起码得咳嗽一周啊。最少的，我觉得今天已经是第6天了。今天老李状态还挺好的。其实我真正就是躺了一天，就是说验出来以后我才躺下。你快拉倒吧，躺了2天啊，你别没数了。先给你拔罐那一天，你就是躺了一天。第二天呢，我一说阳了，紧接着又躺一天，你还躺一天，躺了2天，然后呢，第三天就是半躺半溜的啊，今天就是挺好的了，早上起来，也没懒床，今天呢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说那就上菜园子去看看，浇点水，另一个是呢，晒晒太阳，我觉得还是有利于健康的啊。再一个咱们别去人多的地方，万一传给别人也不太好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菜园子啊。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多凉快啊。今天还有风，挺凉快，刮这个风也是凉快的。青岛这个气候就是好啊。今天好像最高气温才24度啊。那外边显示20度，现在国内好多别的城市啊，都30-40度了。车内里边显示20度。青岛就是真挺凉快的，过两天就热了。哎，这葡萄见长了啊！看看玉米也是的，哇塞，茄子可以吃了啊！今天可以收茄子了。还不太行，这茄子。这茄子还行啊。你要不吃的话，下周啊就老了。走时候再摘吧，先别摘了。这么大还行吧？稍稍有点嫩哈。哎，这黄瓜也长起来了，你看。这个就撤了吧。哎，不，别，我还想那个啥，一摘几根黄瓜呢。嗯，你看一个一摘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花生也长起来了，你看。太干了，花生也出了一些哈。哎呀，这油菜今天把它除了吧。哟，你看这个蚯蚓都干巴死了，你看。蚯蚓，哎，咋自己爬出来了？啊，就是晒干了。这个蜗牛先抓一下，然后再浇水啊。啊，这蜗牛一会儿老李呀、交给你了。瓜了你啊，结瓜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结好几个了，不过缺水了啊。哇塞哇塞，看，你看这个呢，哇塞，这小冬瓜给你结的，比我拳头还大了，啊。哎呀，看这个这边这冬瓜，结了几个了，哎呀。这个可能缺水缺的，我看要不行了。这一颗小冬瓜，这还有一颗啊！哎呀，这冬瓜还行了，挺给力呀、啊！这壶水没了。这玉米也缺水了，看看叶子都卷了。看看这果实啊，看这葡萄，今年这葡萄。绝对是大丰收啊！照起来，不然都叫鸟吃了。我觉得再等等。哎呀，一来到这儿，感觉心情特别好，贴近大自然哈。然后看着这些果实啊，都长得哈，心情也好。看这一串，这一串我不知道能不能长大啊，这是刚刚开花。那估计够呛。那有点晚哈，有点晚。哇塞！这葡萄，今年这葡萄给力呀、啊！你这还在准备刨了给我？我啥时候给你刨了？这葡萄你没说？他已经不咋接，我就说不要了他。他今年到时候，这不到时候他就长了。哎呀，今年这葡萄真给力啊！这个怎么不自己往上爬呀、啊？都不行，你看。他不自己往上爬，真怪了。找找蜗牛看有没有。对，你先抓蜗牛吧。哎呀，看看咱们青椒啊，青椒长得咋样了？哎，收了一个啊，看看，又一个。哇塞，看看这青椒真能接呀、这一个上面接了5-6个，真能接。都在这洞里啊，他会找地方。拿了个大盆。我去收青椒啊，收青椒，就喜欢收获。你看抓的是蜗牛。哇塞，又抓一把啊！摘青椒了啊！哎呀，我觉得这青椒
你像这个都不咋长了，拿个大盆来。哎呀，我去看看西红柿怎么样。西红柿啊，对，看西，哎呦，活了活了，西红柿有一个结这么大了。嗯，苦瓜长得不好，是不是该上点肥呀？嗯，这个看，还有六七个，这个下次再来吧。这个好大啊，这个得必须摘掉了。收获的心情，看这颗也摘了吧，看它好像长不大了呢。老李要把地松松土，这个土也确实是太硬了啊！看收了两个、四个、六个、八个、九个青椒啊，够吃两顿的。看看，哎，长这么大了。今天把这点菜收了吧，这菜没法看了，我都觉得。这是棵蒲公英，但是呢。别把它连根拔起，咱们这样收了以后呢，哎，它还能长。咱们光吃叶，所以说下次还能长，还能吃。后边，哎呀，西红柿啊，差点给做了。我知道。你看看，都做弯头了都。哎呀，你老是顾此失彼的。你看这颗玉米吧，就前两天老李把它给弄了。弄断了，哎，那是草。嗯，妈，这草不草的，你不认识。收点这个蚂蚱菜呀、啊，我就喜欢这蚂蚱菜，尤其是自己种的。每年的蚂蚱菜，我都得把它收了吃了它。嗯，这蚂蚱菜这一星期长得挺快，还挺水灵的。我发现今天老李怎么这么有劲儿呢？我觉得干活不像一个刚刚病过的人。哟啊，那这个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今天也没喊累。累了，怎么不累？累呀、啊。真有招啊，看刘四姐发明的啊，自动喷淋系统、嗯、该干啥干啥，我去坐着歇一会儿啊。今天老李表现挺好的，这个刚阳完了，这才几天呢，今天这个才几天呢，来到这儿就干活，好像浑身一兜劲儿似的。我觉得种菜呀、啊、对人身体真的挺好的，就是说身心健康，看着这个菜长得这么好，不光是能吃，关键是心情好，开心。嗯，来到这儿哈，就开始干，啊，不知不觉的就能干两个小时啊，这种劳动呢还累不着，反正是一边干心情还好。所以说我对这个小菜园还是不舍呀、啊。从现在开始哈，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一次来就有收获了，不能空手了，回去都有菜可收。老李在家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，你看这一出来好了。咳嗽我都没听他咳嗽。哎，老李，我没听你咳嗽呢，咋来了没听你咳嗽呢？你看看，不知不觉的好了。
好了，收拾收拾回家。